好久不见。这个是甜甜家的粉色系合领半袖飘，大概是我去年买的最实在的一件冬款了。月初我们这边下大雪的时候被我穿出去淋雪的，没有洗，所以毛毛看着不太顺。面料是防水貂绒的，挺厚挺抗风，但它摸上去手感是很软糯的，颜色是有点灰调的粉，饱和度比较低，可以和白色围巾对比来看。里子是薄薄的一层布，粉紫色的，有点皱，做工没有多好，但也没啥毛病。系带这里可以自己买那种毛球球缝上，对我来说性价比已经很高了。桌子铺不下，可以大概看看，看一下上身，数据在旁边，放量挺大的，里边还可以塞好几件衣服。下摆有点重叠，通袖长我感觉有160以上了，所以个子娇小的姐妹可能不太适合，搭长裤穿看着就挺家居服的。顺便给你们听一下踩雪。友情提示，下雪天出门千万千万不要穿长阔腿裤，记住了吗？对了，它还有口袋，在这个位置。搭马面裙的效果会显高一些，粉色搭紫色挺和谐的。摸口袋摸了半天，那就到这里啦，谢谢你看完我的视频，我是更新很佛系的正经，拜拜。